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彩铅抄写时的公开课课堂，欢迎大家。这么逗吗？妹妹我要过河，哪个来推推我？小波浪，你这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龄哈。什么叫你怎么会突然发一个妹妹我要过河？今天应该是我们这个抄写时课的第七堂课了哈，没错吧？应该昨天是第六、第七，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对哈。抄写时的课呢，我们从画眼睛、鼻子、五官，再到画完整的人物，再到画头发，已经是画了好多好多好多节课了。今天跟昨天一样，要继续画头发。然后头发的知识点呢，在上一节课我们基本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哈。主要是来进行示范。如果说对于我们上一节课的视频录播需要找录播的话，记得关注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幼化教育，然后呢在底部菜单有一个视频，我们就可以点击视频，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的录播啦。当然你在一些视频平台，比如说优酷啊、搜狐呀，像这样的视频平台，或者 B 站呀，你去搜索咱们幼化的账号哈，我们的这些视频也会放在这些平台上，你们去这些平台上面直接找也是比较方便的。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的话敲一个一。这个我们今天要开始画这个。画这个其他的头发了哈。那我们就是从他的这一侧的头发开始继续进行。对，有六节课的录播，你们想看的话，那真的是要看了又看哦。今天我不会上三个小时哈，今天两个小时我会准时下课。所以今天我就尽量这两节课，因为知识点都教的差不多，废话少说。还有因为我今天说了一天的话了哈，一直在开会，一直在做培训，感觉体力有点吃不消，所以我尽量少说话，你们多看好吧。头发的话反正还有这么多，下一节课状态好的时候再给大家细说好吗？我们平常上这个抄写时的 VIP 课，讲知识点不会讲的这么的琐碎，因为我们从第一节课去练线条、去润色，再到教头发怎么画的，会相对系统一些，不会像现在上公开课上的这么累哈。其实上公开课的话，你们没有基础的话，听起来应该是有点辛苦的，会有点辛苦吗？有点辛苦的话敲一，这很正常的哈。我也辛苦，你们辛苦我也辛苦，因为没基础的教法跟有基础的教法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今天明显感觉到我是体力不支。好，我直接开始画了哈。辛苦也来了，值得表扬。那我们双方都辛苦一下下好吧。再坚持一下下，还有几节课就结束了。今天的话是尽量少说多画，按我平常正常的一个绘画节奏去进行，然后你们就来感受一下一个作为专业画画的画者哈，私底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身份不是老师，今天的身份是一个画师，可以吗？今天身份不是老师哈，我今天是一个画师，可以不？知识点方面的话，我之前也讲了一些啊，不懂的话呢，我们下一次课我再一一再来解释，一一再来教大家，好不好？之前应该不算吧，不算最耗时吧。之前我是不是也画过一些比较耗时的课程啊？
只是以前私底下，以前私底下我就自己把它画了，就没有说完全公开着这样画，应该这是最长的。一般别人都不愿意上公开课的抄写时刻，因为公开的抄写时刻比较累人。第二个呢，抄写时的技法你要有基础，真的很快能学得会，就不会报名了哈。有所忌惮，因为抄写时这个技法你有基础的话，画起来很快，学起来也很快。所以网上这种抄写时这么上课公开课的，应该视频找不到的吧？是不是几乎是没有的？你们在网上搜视频的时候，有这种感觉吗？有吗？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就问，我就不怕你们学会了那个不来报名了吗？我不怕的哈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看了海清的长课才开始画画的，还开始看又画的，那你这个耐心很够啊，这个耐心很不得了啊，这个耐心。那节课那也是一个长期作业，画四个人。好，我自己要打开一下素材图，要不我自己看不见。我自己也把素材图打开一下哈。陆陆续续进课堂的同学，我就不一一欢迎咯。咱们已经上了第七期课了，都是老熟人了哈，能过来的都肯定是些老人了。大家就随便做好吧，我就不跟大家客气了，哼，好不好？随便坐哈，那个找个位置坐一下，就不一一欢迎大家咯，跟自己家一样，好吗？放开一点哈，跟自己家一样。这是一个紫灰色哈，用紫灰色画完之后，再用这个乳黄色轻轻的过渡一下，它质感就会更好一些。我上课的话，可能画的还是没有我私底下画的那么细哈，因为摄像头挡画面，而且呢，我这个人立的比较远，有一些细节就没办法那么实打实的看得到。马上就教师节了，教师节是哪一天呀？9月10号是吗？
画之后稍微卡一下一些画色的暗面就可以了，画的不规则一点点。好，白色提亮一下。好，这边的颜色会深一些，所以它这个紫灰色的颜色我就先多画一点。先是拿这个紫色调哈，平铺。这个颜色都相对深一点。浅色什么的，我们可以后面再提亮，可以拿那个高光笔啊，或者说白色的笔，我们再提亮哈，用白色的彩铅可以提亮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自己留出来的话也没关系，直接留出来就好了。现在这个地方都不需要很明确的说留出一根根的发丝，整体进行就好了。如果能画成我这样，你就知足了，那你是很容易满足的哈。我们班很多学员都跟我画的一样好。待会儿下课了再给你们看看那个跟我画的一样好的，好不好？要看吗？待会儿下课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跟我一样画的这么好的同学哦。跟我一样画的好的人很多的。画画里边画成写实是很简单的。你想画的写实它是有门路的。说白了的话呢，就是说有方法有套路。所以你想画的写实是再简单不过的。把方法教给你就会了，可是你想画的有意思，那就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因为其实人是思维统一或者思维有觉悟是最难的。任何事情是你的思维达不到，你就是再用劲再用力，它都到不了那个度。你们说呢？你思想上不进行转化，你再怎么样都没用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画写实真的不是很难，但是画有意思的东西就难了。小颖今天没来吗？我觉得她应该会来的，小颖可能是晚了一点吧。昨天不刚约好要送她画的吗？不可能今天就掉链子的哈。不要骂人哈，对，不要骂人，注意课堂秩序哈，你别吓到一些新的小伙伴。不听话就小皮鞭伺候哈，给你加作业。
为啥你没有这样的待遇？你就是西南的小伙伴，这个美术教室这个老师，我昨天就看到你了，看到你的那个名字了。肯定不是今天，肯定不是第一次来哈，我昨天就看到你了。嘿嘿嘿，逃不过吧。好。提亮，以为我是录播，我是个真人，我是个真人，我是活的，我是个活的。我觉得你们特别搞笑，有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后台就问客服宝宝，说你是人还是机器人？不是骂人，这是爱称。好，你们那个秀恩爱回去秀哈。你们是爱称，别人不知道吗？这不是怕吓到人了吗？好，这个颜色画的稍微饱满一点。颜色画深了之后就开始进行提亮，我是按整体进行的哈，所以我就没有顾虑到说要留那么多小的细节呀，那种浅色的东西我就没有留那么多，我反正画深了有细的地方我就提亮提白，然后画浅了我就去加深，没有想那么多。因为要画的稍微光滑一点，我们这里其实是一直有在用力的去压它的线条哈，要用力去压它的这个颜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要画的稍微的厚重一点点，不能画的太浅了。画的太浅的话，会显得不是很舒服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是先用力的把线条压进去，然后再给它提亮。侧面的也是了哈，侧面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头发丝的细节画出来，看我这个握笔姿势哈，握笔姿势是立笔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立笔的话，它线条画不了这么细，画不了这么细腻的哦。线条画细腻之后，然后也不要纯留白，轻轻的在上面再过渡一个紫色，不要纯留白，纯留白的话不好看。这些线条甚至都可以用压线笔去呈现，可以用压线笔的哈。现在相当于是有点在平涂的意思了。把这块浅色头发都画了哈。我用的材料是三幅霹雳马的150色的彩铅。用的纸的话是300克的霍多福本白。一般画比较写实一点的人物，不会用太亮的纸，因为太亮的纸的话，颜色叠色效果不是很好。画完之后，这些留白轻轻的用紫色过渡一遍，看一下哈。画完之后，这些留白的地方都轻轻的用紫色过渡一下，没有留白的，记住了吗？没有留白的。
泡完之后都要用这个紫色过渡一遍，记住了没有？拿一只这样的深紫灰色的，很深的那种紫棕色吧，特别深的紫色调的棕色。哼，关注主播不迷路。996呀，996不是那个最近实行的上班制度吗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有一些。那个大公司实施996的制度。好，在这个平行的平面里边哈，把这个发丝一根一根的画出来，不要很刻意去画，就大概画一下差不多就行，可以了，把你所有感觉能看得到的发丝都画出来就好了。因为它这个颜色是比较虚化的，明暗对比都很弱化，明暗对比都很弱，也没有很强烈的发丝感，那我们就满足它这一点，什么东西都稍微弱化一些。笔也可以削得细一点。这个是很没有型的一个地方哈，所以我们画起来会轻松很多，不需要很刻意的去找型，大概意思差不多就行了。像这种都是属于虚化的地方，没必要特别费劲。当然，开始靠近下面这个头发那就不一样了，靠近下面这个头发的颜色、色调呀、细节的这个明显不一样了哈。下面的肯定不能这样。下面这一段我就明显感觉到颜色开始加深了，开始发力了，开始要流出这种发丝感了。上面的不一样一些，上面因为我说了哈，它那个它是虚的，它是往后退过去的。绵羊来了，昨天大家都在说你怎么最近好久没见你，然后我说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吧。昨天直播间还在念叨你，对，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然后一周工作6天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996。我刚毕业的那一年，就是下午1点上班，晚上1点下班。也算是这种一天上6天或者7天，基本上是7天，上6天的日子都少。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那么拼哈，年轻的时候在公司不知道为啥又特别听话，感觉公司说的啥都是对的，说的啥都是好的。因为自己特别有干劲哈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，而且一门脑子投心到工作里面，也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。吃住在单位，对，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吃住在单位。好，它是这种紫色里面有点点泛红的感觉，所以拿肉色过渡。看一下哦，紫色里面泛红色调调。
入行那会儿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我也是，我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刚入行那一会儿我跟你很像，就这么拼还是有回报的啦。这里的颜色都要稍微的深一点点哈，你看三层颜色，一层颜色比一层颜色深，一层颜色比一层颜色深哈，一层颜色比一层颜色重，一层颜色比一层颜色细节多。加深哈，提亮之后就开始加深，把这些缝缝里面你觉得颜色可以种下去的地方都加重。我特别认真画画的时候，我就没办法看你们的发言了哈，不知道你们在说啥，你们自己唠一会儿吧，好吧，都是自己人哈，随便做随便唠。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哈。对，我波帆老师刚过完19岁的生日哈，老气横秋，还年轻了。优化的创始人，我是优化的创始人哈，我跟珊珊老师都是优化的创始人。优化最开始的时候只有2个人。对，我18哈，刚满19，就上一个月刚满的。以后不要再问我年龄这个事儿了哈，你问我，我永远都是18、19，你懂的哈，懂不懂？这个自然你就懂了哈，是不是？永远的18，永远的19。你才11。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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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佩服佩服佩服。不说话不说话。对，老轩都懂。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提亮。好，这个里面头发丝的颜色其实明显颜色是慢慢的加深的，现在颜色还是有点浅，所以我进行二次加深。
素材图的颜色是偏那种蓝紫色，但是我不打算画成蓝紫色色调，因为蓝紫色色调的话色调太冷了，我感觉跟画面有点不搭，我是打算画成这种紫红色的色调，我不打算画成蓝紫色的色调。上面这个头发丝的颜色哈，明显就会感觉到是稍微的偏虚化一点点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头发丝里面这些缝缝呀，还有这些深浅变化呀，都比较弱化一些，有这种感觉没有？有的话敲一个一。都要弱化一点点，虚化一点点，包括这个发丝也没有这么粗哈，它发丝要细很多，你看把它发丝也勾勒的细一点点，浅一点点，发丝哈。发丝肯定是有粗有细是吧，那我们这发丝就画的比较粗，让它细一点点，让它所有的发丝我都画细一点点，因为毕竟这个面是一个虚化的面，之前就说过这个面应该弱化一点点，虚化一点点。好，画完这些之后它的颜色也是哈，颜色也不能太白了，这些发丝颜色要颜色明显显得成为一个这种乳黄色，黄黄的调调。直接是给它上颜色，让它颜色粉一点点或者黄一点点，反正颜色不能这么的不这么的白，太白了不舒服。我先是用这种肉粉色给它过渡一下之后呢，然后再用这个肉色再过渡一下，颜色就会虚一点点，弱化很多。弱化一些，这是属于它一定会比我们这个右侧的发丝颜色要深一点哈，不能画这么浅。画完之后还得把这个发丝的背景的暗部颜色扣的再准一点点，这个发丝的轮廓里边。这个发丝它只有一点点，不怎么看得清，特别特别的弱。我们都画的比较重了，我给大家说哈，都画的是比较重的，画的比较粗，所以我继续给它上色，让这颜色显得弱一点点，不要这么颜色这么深这么亮。包括加黄色调，也是为了让它弱化一些，加一点黄色调，让这个颜色一直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。慢慢的靠近下面这一段哈，你靠近下面这一段，它的颜色就是更加的偏这种乳黄色啊，偏这种暖暖的色调一些。那同样的哈，我就直接给它上这种橙色啊、乳黄色的色调就好了。直接是用肉色去画的，这是一个肉色。既然有这个颜色，我们就画这个颜色嘛，很简单。然后再给它加一些对应的颜色，比如说暖色调、橙色。好，暗部颜色继续加深。色粉会快一点，但是它没这么细哈，色粉太粗糙了。现在这个发丝是很细的，所以这个发丝一定要把它的缝缝里面的这些
卡的流出这个面一定要细化它，不能画线这么粗了。其实现在是画的有点粗糙的，画的太粗糙的话不好的哈。现在太粗糙了。你没有发现我都是在分块面去画的，水彩也是可以画出这些细节的哈，水彩也是可以的，任何画种只要你想办法都是可以画这么细的，任何画种都可以，只要你的基本功到了，只要你的能力到了哈，然后想点办法克服困难，任何都可以画这么细，任何画种。记住这个词哦，是任何画种都可以，不骗大家哦。没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所以有想象力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，人就一定要有想象力，要有梦想。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可以，可以做到，知道吧？好，这颜色你看，从紫色渐变到橙色。然后我再加重一两个深棕色哈，把暗部颜色卡出来，相当于卡了几个深色之后，它颜色会重下去，重下去之后肯定会不舒服哈。那我们接着继续又提亮，上固有色，然后加重提亮。一个这样的过程反复操作，发丝很快就能出来。上一点橙色，让它有暖色调的感觉。这个头发轮廓哈，都是逆光的效果，所以上一点橙色都能提高它的那种光感。这是一个冷灰色哈，最后在这个头发丝里面，我都加一点这种冷灰色的感觉。冷灰色的话，能降低它这个紫色的饱和度。紫色因为有点跳色调。好，我要开始在发丝里面去画那种，刻意的去画那种发丝感哈，就是一根一根的发丝感。用这种深浅关系去压，你们看，我刻意的去画这种发丝感，去抠这个发丝的缝缝，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发丝感更强烈了？有的话敲一，这是我刻意去做的，所
所以画画是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这种小的方法，只要掌握了，其实你画起来是很快的。画画画画它不难的。好，提亮。你是在卡这个发丝哈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加重了哈，加重暗部颜色面了。这是一只深的蓝灰色，记住啊，是一只深的蓝灰色。为什么要记住它呢？因为你这个头发的颜色很黑，你不把这个颜色加重，它效果出不来的。我们都是靠这个发丝的分组哈，你看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发丝是吧？我就靠分组一组一组去画。然后这个发丝真的有这么白吗？没有，上一个颜色，不让它这么白。对，三幅披荆马的白色超厉害，它稍微用力一点点提亮效果贼好。看一下哈，就不要说留白，没有留白这一说。上色的时候，整体一个颜色就扑过去了，看到了吗？然后里面有发丝的感觉，直接是往上扫。你看这发丝就有这么细哈。暗部的地方直接卡中就好了，直接是分出深浅关系变化。哦，我今天就是想安安静静的画画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跟大家太多的互动，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因为真的就是有点使不上劲。等我那个明天下一周恢复好了，我再跟大家好好的唠唠，好吧？荷尔拜因的白色也是可以提亮，提得很亮的。荷
菲尔班印的白色很不错的，也是。嗯，这张画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，这个尤其是头发都已经画了一半了，所以能讲的知识点在之前的前六节课的录播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，很详细的讲解。嗯，后面进来的同学没有看之前录播的话，要记得去关注一下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，在公众号里面稍微找一下之前的录播。公众号里面底部菜单左下角有一个教程，在教程里面你点击那个视频所代表的就是录播，你们去找一下那个之前的录播，把它补一下课，好吗？听到了吗？好，听到的话敲一个一好，尤其是后面进来的同学，理论的东西花了六节课去讲。因为这个课时比较多，所以我这是加班加点的在画。平常周五都没课的，然后这几周连续周五都是在加课，就是为了能够尽快的完成这个作品。暗部面的加重，用一个这种紫红色。紫红色画完之后，里面再加一点点这种紫色或者蓝色哈。要不这颜色有点浅。头发丝特别特别细。这几个地方的颜色属于画浅了，也不是画深了，也不好看，所以需要很多个颜色的重复叠加，它才有效果。发丝根部也是一样的，发丝根部也会有一定的穿插效果哈。铺完这个整体颜色之后，直接拿深的灰色，深的那种冷灰色哈，
去过渡。好，然后那个浅紫灰色削尖，提亮发丝。它这个发丝我总得有几根根部，它是那种有那种发丝穿插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总得有那么几根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很流畅的线条，看一下哈，很流畅的线条去提亮它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相对颜色，深一点点的，因为这颜色有点浅。这也是在提亮发丝。提亮的时候交叉的提，你看，比如说有这种交叉的感觉，不要是一坨颜色黑到底，能不能够理解？能够理解的话敲一哈，不要一坨颜色黑到底。提亮之后，再又适当的去加重一些发丝的缝。提亮之后又去加重。它这边的发丝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统一的了，感觉不是很好画的时候，你就还不如就整体过渡一下，整体过渡一下，你看，整体过渡一下之后，我再去提亮，那也是一样的，感觉画起来吃劲、费劲，那我就干嘛？我就先整体加重，然后我再一根根提亮。如果说你感觉画的有点吃力的话，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，你吃力，感觉吃力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又卡一下发丝缝，好。接着，发丝上面还会有一些碎碎的、亮亮的发丝呢。这种发丝都果断的、碎一点的提亮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种错综复杂的一些小的碎的发丝？应该是有的吧？没问题吧？这边之前的亮色发丝，我个人感觉颜色画浅了一点点哈，所以我就是拿这个深灰色，我打算把它的这个根部颜色稍微加重一点点。我感觉是我之前颜色画的有一点点太过于浅了，有点突兀，发丝感觉有点突兀。再包括我去上这个紫色调，也是感觉发丝颜色突兀，想让它整体一点点。头发丝里边，反正乱一点点是完全是没关系的，就无关紧要的，越乱越好，可以说是。可以说是越乱越好哈。这里的效果就明显杂乱一些，有这种感觉没有？有的话敲一哦，有没有？有的话敲一。这里的感觉明显就杂乱一些，没有这个像我们左侧这边有次序感哈，左侧这边次序感强烈一些。但是左边这边它这块颜色，我感觉颜色都还是画的有一点点有点浅哈，有点太过于乱了，所以我再整体一点点，甚至颜色画的浅了一点点。我给它加深，做加深的处理，让它显得舒服一些。当然，那个头发发际线该提亮还是得提亮哈。这个发际线绝对不能就是画深了哈。发际线稍微凸出来一下，好的，那我们看一下大效果，好吧？是不是画的还挺快的？刚刚细节看了画一下，我给你们看大效果画吧，好吧？
一直是看细节其实不大好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大的效果。效果还不错吧？好，这一块显得头发有点塌哈，把头发再提亮一点，感觉显得这边头发好像塌下去了一样，通过把它提亮，白色可了劲的用力用力用力，把它提亮一下。感觉头发丝有点塌，然后再加重。就感觉这边头发丝有点塌，我就给它提亮，然后加重，让它鼓起来。太美了，你们也可以的哈，耐住性子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你们也可以的。今晚只花两个小时，是的，我今天不打算花长时间。这个地方不小心弄脏了，看它的眉峰。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一坨颜料，调色板脏了哈，调色板太脏了，不是我的房屋垫板，我把房屋垫板擦一下。等我一下，我在擦房屋垫板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边颜色偏紫，这边颜色偏红，是不是感觉两者之间有点差异，感觉不舒服？是的话敲一，感觉有点不舒服。是的话敲一，那咋办呢？很简单，看一下，一个暖色调，轻轻的铺一层，立刻马上变暖，是不是变暖了？所以变冷变暖这种细节超级好操作，弄一点水哈。秋秋，帮我风筝帮我拿一下水杯，在我那个桌子上吧。糖糖，你帮我拿一下吧，我要用水杯把我的房屋垫板擦干净一下，房屋垫板上面太脏了，有些脏东西，看一下哈，就会导致我的画面脏脏的。我在清洗房屋垫板，错过了一小时，你看你错过了那个，又错过了十分之一的头发。不过还好哈，今天是比较安安静静的画画了。我今天就是在上课前那个口播，我就觉得哇，那个好那个心累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已经连续说了有第七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彩铅公开课的抄写时刻堂。然后我今天用的是什么三伏霹雳嘛，什么什么的纸笔啊，然后用的霍多福什么什么什么的纸，就感觉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所以心有点累。但是我不说呢，别人又不知道，我就必须得说。所以公开课我还是喜欢上一些基础类知识的课哈，可以每天都有新的东西。我在擦房屋垫板，再等我一下。
最近是有点累，嗯，可能也是吧。主要是这抄写时刻已经，我是连续三周了吧，连续三周，一周上六堂课，对，连续三周，因为我一堂课要上三个小时，然后平常白天，现在每周要开会，要培训，就感觉一天到晚都在那说话，说的好累的。19岁的少女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哈。婚宴婚车定了吗？还好哈，因为这些事不是我操心的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累，我只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比较多一点。对，画抄写是比较辛苦。我平常上 VIP 课的抄写时不辛苦，抄写时的 VIP 课因为那个知识点它是循序渐进的，你不需要反复说，大家能理解我的心态吗？能理解我的心态的话敲一个一。你有一些知识点我不需要反复的去说，我就没有那么累。大家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话敲一个一哈。所以你们的话听不懂的话，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推荐大家专业学习一下哈，因为你们听不懂你们也累，咱们双方都累就不值当。因为我今天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做讲师培训，然后到上课前，我只有吃饭的那20分钟，我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其他时间到现在我没有歇一下，所以背后看不到的事情就会比较辛苦，是不是挺可怕的？我现在讲的已经感觉嘴巴里面的口水都没有了，就嘴巴一直是干巴巴的，喝多少水都不管用。透支口水有一点儿。小助理，这不是一个小助理能解决的事情呀。讲师培训，你老师自己没有一定的能力，讲师培训做不了的。这个它不是小助理能解决的问题。我婚礼已经就是没有太多憧憬哈，我工作太忙了，我就婚礼我根本就没有太操心或者太在这个上面费心思，完全没有。
你让大家听右化的公开课啊 ，VIP 课，应该有这种感觉吧？右化老师一上课就感觉，比其他地方都听着舒服。有这种感觉的话，敲一个一哦。不管是语言表达，还是课程的这个气氛，还是知识点。这些成就哈，不是都是咱们那个辛辛苦苦的培训所带来的。怎么培训呢？简单，你就录一个课是吧？比如说我这上课，我公开课今天上了公开课，然后下一周我们就会复盘，把公开课听一遍，找问题，哪里说的好，哪里说的不好。还可以怎么再改进，怎么再完善，这就是培训。有的时候就听自己的录播都听到想吐。你们有试过那种比如自己发的语音然后自己听就感觉特别奇怪，有这种感受没有？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有没有过？有的话敲个一。我们现在就这种感受啊，就像这种状态。自己的课哈听得想吐。但是还是得听。听课是一个人听吗？不不不，整个教职部门一起听。不仅自己恶心还要恶心别人哈。然后一起提供意见，然后一起进步，一起修改。对，我真的有点体力不支，就感觉真不行了，所以我今天不熬了，我就9点钟我准时会下课。但是已经答应了好的课，我也不会说就是晕倒前一刻都要给大家上课哈，就已经是安排上的课，就不能这个推掉。我就特别能最近特别有体会，就是那个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林妹妹，你们知道吧，就是她那种弱弱那种孱弱的那种虚弱的感觉，哇，我最近真是深有体会。你让我不说话我又忍不住，我臣妾做不到啊，我就忍不住。哎，看到你们说话我就想跟你们聊两句，呵呵，忍不住。有什么其他老师给我提意见？对啊，我们会互相提意见呀。但是我这边还好，毕竟我已经上了5、6年的课了，就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。
主要是我给他们提意见，要不是我给他们提意见，我也不会不至于说话说的这么那个，就是中气不足是吧？就说话说太多了。对，上次睡皮老师，我就 diss 了他的普通话，一个普通话这么不标准的人 diss 了他的普通话哈。睡皮老师他性格就跟小朋友一样，所以后期少儿这一块的课程可能会由我们睡皮老师那个负责。五十步笑百步。对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。我当时我也说了他。虽然说我的普通话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吐槽一下你的普通话。把投影就是稍微过度提亮一下下，现在投影有点不舒服。这个地方也太红了，哎，我这摄像头怎么越来越红了？我把这饱和度降下去一点，它太红了，感觉都不正常了。白平衡调一下，颜色不对。铺了在亮面铺了一点点紫色，然后铺了一点点的蓝色，最后拿这个棕色哈，最后拿这个棕色直接给它过渡一下，这个棕色可以起到过渡噪点的作用。好，噪点过渡完之后，开始用这个深灰色哈，把暗部颜色加重。该卡发丝就卡发丝，该提亮就提亮。记住哈，刚刚这个噪点是怎么辅下去的？
是铺了一点蓝色，铺了一点紫色之后，然后用那个浅的棕色用力的压一下，因为它这个蓝色、浅蓝色跟紫色，它这个颜色在这儿。好，你如果说去压噪点，拿浅色去压，它压出来的噪点，它始终颜色都会特别的浅或者特别的蓝，它不舒服，大家能懂吗？那我就正好就用到这个，棕色哈，它就可以降低它这个饱和度，而且又能够起到过度噪点的效果。又是蓝色紫色，降低它的饱和度。然后用浅紫色提亮。浅紫色是可以用来提亮的。还有紫灰色也可以。这发丝肯定太白了哈，过渡一下颜色，不能这么白的哈，血绝对不能这么白的哈，流出来之后一定要给它过渡一下，不可以这么白。好，发丝一根浅色也不可以，就是完全是一根，它一定是什么两头深一点点，然后中间浅一点点。颜色就深一些，这一块颜色，整个颜色。这边不需要防护垫板哈，因为这个画面可以直接被，不需要，不怕蹭到，不怕蹭到颜色。颜色加深，这还是那只深棕色，
这支颜色是1056，我觉得画这个暗部颜色比棕色效果好。为什么比棕色效果好呢？因为它这个头发丝哈，它这个颜色是那种灰色调，蓝灰色的色调，所以用这个颜色会比用深棕色好。因为用深棕色的话，它其实是有点暖色调的成分。还有这个发丝你在提白之后哈，注意一定要给它过渡，它不是纯白色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给它过渡，它不是纯白色，记住了，它这个发丝没有纯白色的发丝。好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这个蓝灰色它就陆陆续续就变成了什么呢？它就开始变成了一个这种变成了一个这种暖色调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换成棕色了。感受得到这一股的颜色它开始是变成棕色了吗？感受到的话敲一个一。靠近他眼睛这部分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的话敲一个一哦。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棕色调了。而且是一个偏暖棕色的棕色哈，偏暖棕色。橙棕色。现在使用的是橙棕色。把这个笔削尖之后干嘛好？把它这个发丝一根一根的发丝给它画出来。一根一根的发丝画出来。不要画深棕色哈，就拿浅棕色去画。真的是在一根一根的画哦。这撮颜色不能太浅哈，这一撮头发的颜色，所以画完之后我还得用那种这种肉色调一样哈，给它把噪点过渡一下。这组颜色不能颜色太深，颜色比较浅的那种暖棕色。
这个紫灰色的这个发丝，跟它连贯上。哦，这里要用一个混色笔，混色笔是干嘛呢？因为它有一些颜色噪点比较多，但是又不需要用颜色去压，把它噪点压下去。不是在压噪点。太惨了，刚刚翻了一下垃圾桶，画到一半我的笔掉垃圾桶里去了，所以我刚刚半天没说话，是我去翻垃圾桶去了。好，继续画这一侧的头发。好，这一块继续哈，这一大片画完了，这一块画起来其实也快了，还是这支比较深的，比较深的深灰色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属于上下重，中间浅。什么是上下重？看一下，就我现在所画的这个面都是深的，然后往下变浅，再接着是哪里呢？那下面这个颜色变深，往上去推。
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有鼓起来的感觉了？有了吗？有的话敲个一。整体铺一点点蓝色，又整体铺一点点的紫色，然后再用浅棕色用力的铺一下，把它的饱和度降下去。然后再加重，好，继续再加重，头发里面一根一根的加重。加重之后干嘛？提亮。就是一根一根的提亮，紫灰色哈，直接这都不需要很细的笔，直接是那个紫灰色都不需要笔，都不需要很细的笔，粗一点都没关系的，这就是这个紫灰色粗粗的这个紫灰色都行的。好，又一次加重，加重去卡一些暗部颜色面深色的地方，你没有这些深色的地方效果就出不来，甚至用黑色去卡都没问题的。卡完这些之后，我就把笔削尖好，紫灰色开始提亮一根根的发丝。这个提亮可以胆子大一点了。把笔削尖，看一下提亮一根根的发丝。提亮的话，注意哈，提亮它拱的地方呢，比如说这个地方中间拱一点，你就提亮中间这个位置，它就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。然后看一下，那这个地方，它就只提亮某一个局部，大家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话敲个一。你不想，不要想着全部去提亮它，就提亮最拱起来最亮的那个地方，不要把它提亮成一根白线。能不能够理解？能够理解的话敲一个一。不要把它提亮成一根白线，把它提亮成最拱起来的那个地方就行了。
一定要提亮那个最拱的地方哈，不要把它提亮成一条白线。一定要记住哈，你看这些最拱的地方，那最拱起来的那个地方，不要提亮成一根白线，记住了吗？反复强调，最拱起来的地方提亮，不要提亮成一条白线。记住的话敲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拱起来的地方才会有亮部呀。你一条白线的话，它就没有体积感了，它一定有凹凸起伏关系，所以它拱起来的地方才会很亮嘛。你没有凹凸起伏关系的话，你全是一条白线，那它就会很突兀，它就会显得不自然。所以我们选择提亮的时候，一定是提亮某个局部，它才会有拱起来的效果。绝对不要就是把它提亮成一条白线哈，这是大忌。光影关系的轮廓的地方，颜色会稍微的橙色掉一点点，加点橙色掉好，我这儿也可以加点乳黄色过渡一下。加橙色，加少量的橙色。好，这个颜色我整体过渡，整体过渡能够把它的暗部颜色底下的颜色起到削弱的作用，起到削弱的作用的话，它会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，没有那么的亮，它这个发丝就不会像素材图那样突兀。素材图这个颜色有点突兀。好，就开始又得开始画那个发丝了哈，就是暗部颜色得卡重，暗部颜色不卡重的话，它就出不来这个效果。这个缝缝里面的颜色可有的话，这样看得清不？这样还可以不？可不可以？你们看这个手稳不稳？看这个手稳不？
还是那个深灰色哈。画完深灰色之后，在上面过渡一层这样的紫色调。然后再用这个肉色轻轻的过渡。就搞定了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行走的人体打印机。是吗？想要我的手啊，来，给你。行走的打印机。画这种东西特别特别能够静心，能够磨练你的心智。它里面始终会有一点紫色调，所以我画完之后始终用这个紫色轻轻的铺了一层，然后再用这种浅肉色去过渡。好，不要笑一下，效果真好，画起来也是真难。通常能画出这样的作品的哈，就说明你的观察能力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。当然，你的基本功也到达了一定的高度。之前有人问说，老师这个头发怎么画？就是一根一根画出来。哎，有些同学可能老觉得这个画画有捷径一样，就感觉哎，怎么可以画出这个效果？是不是我一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就可以立马能掌握？所以很多同学可能有一些那种公开课学员哈，基础学员，他加到我，他就说：“郭帆老师，你可以教我画头发吗？”这种一定是在教会你的同时哈，你得有一个基本功。
有这个基本功呢才教你才有用哈，没这个基本功，没这观察能力，是个神仙老师他也带不了你，带不了你哦。所以一定要先狠练基本功。好，这个发丝其实它是偏这种暖色调的，橙色。橙色之后，再拿这个肉色，乳黄色过渡一下，颜色没有这么的暖。画完之后拿乳黄色过渡一下哈。画完之后一定要用乳黄色过渡一下，要不会显得很不自然。好，有同学可能问基础怎么打哈？打基础你就得练线条。要不呢，除了练线条之外哈，要不你就是系统专业学习。咱们有想法学抄写实的吗？有吗？有的话敲一。打基础的话，一个是可以通过素描班打基础，一个是可以通过那个彩铅班打基础哈。所以你们想要学这个抄写实的，有基础的同学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直接加入进来，没有基础的同学你就联系咱们的客服宝宝哈，先在基础班先走一下这个基本功，走一下基本功该要练的这些东西。客服宝宝怎么联系？在我们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，记住了哈，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，关注幼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在底部菜单有一个关于我们，关于我们里边点击人工客服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助理老师。有什么课程上面的咨询不懂的，都可以联系他直接报名。咱们幼化是一家已经成立了五年的，好，虚岁是五岁，实岁是四岁的一个教育机构，线上教育机构。听我们的名字你们也知道哈，我们叫幼化，所以我们只做幼化这个门类，其他不是我们专业里面的领域，我们不涉及到，也是因为我们目标明确，然后做事情踏实，也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我们的美术课程在全网来说都是性价比很高很高。主要是我也不能吹这个牛，说我是第一，对吧？我也不能吹这个牛，但是口碑在这儿哈，就是有同学说我们是最好的，我毕竟自己吹自己这个牛也不大好，对吧？你干嘛去了小颖？今天来这么晚，初小刚刚就是说今天小颖
咋不在？我说那应该不会，他应该会来，只是早到还是晚到的事儿。你们看我是不是超级的有耐心？有吗？是不是超级有耐心？主要是有一定的水平之后就会有耐心哈。有些同学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行，我没有耐心，我画不了。”那都是因为水平还没到家哈。当你水平到家了，你能画的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越画越起劲。有没有这样的同学？就是，在画的时候停不下来，恨不得画通宵，感觉时间不够用。有这样的同学没有？有的话敲个一。画这里是没有捷径的哈，就只能一个一个缝缝的抠。这个可以锻炼你的控制能力。画完这个，画完这个轮廓就差不多了哈。今天准时下课，然后下课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说之前有同学说想要像老师一样画的好哈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一期的，上一期的。抄写时班级的同学也可以像我一样画的好，好不好？给你们打打鸡血，一切是皆有可能的。而且有同学老觉得抄写是很难，其实不难，一年就可以画成这样，快的话半年。我说一年半年就可以这样，有没有不敢相信的？有不敢相信的话敲一，有不敢相信的话敲一哦。有没有不敢相信的？有的话敲个一。一年或者半年就可以画成这样哈，我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有这么的神奇。
超写实每年的一月份开课，一年只开一次。嗯，超写实是终身制，报了一期，后面的所有课都可以学习。因为我怕大家画不好哈，所以就超写实特意的话设定的是终身制，而且本身就是有基础的学员才能学的。终身制是说每一期的课你都可以上课。嗯，对，目前来说肯定是我教哈，但是以后要是有了优秀的老师，我也不能够保证永远是我教。目前最近这几期都是我在教，以后的事情毕竟谁也说不准，是吧？我也不能打包票，未来十年都是我教，这个事情太说不准了。好好攒钱，争取包下一期。好，等你哈。OK。看一下我画的。把对焦调一下。搞定啦！弄个小猪，平常给他塞钱，存钱是吧？搞定了哈，好看不？这个镜头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这个小镜头的整体效果。说到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咱们上一期的学习效果哈，找几个画的比较棒的同学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嗯，学习是否学得好，这个主要是跟你的理解能力哈有直接关系。你理解能力好，就说明你天赋好。天赋好的话你就学得快，那理解能力不行，你可能有基础你也会学得慢一点，所以学得好坏跟个人情况有直接的关系。你们觉得平常自己是聪明的还是稍微理解能力稍微差一点点的？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？英子，你看这是我们学员跟着公开课画的，看一下哈，我也是今天才看到他画的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学员，是不是画的还挺棒的？他之前这是他画的一些作品，看一下哈，这都是超写实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作品，都还蛮不错的啦。哎，这个怎么是个蓝色的呀？烦人。对，嗯，像这个同学我们可以来查一下哈，
查一下他的一个学习记录，因为像英子他是有基础的，他之前是学了彩铅的，我们看一下哦，看一下他大概学了多久。这个英子看，我是看一下他是我们彩铅八期的英子吗？对，没错，彩铅八期三班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就这个同学他是我们八期的同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彩铅，你看我的群，我有好多群哈，因为我们已经带到第十期了，现在正在上课的是11期跟12期了，8期然后3班8期3班的学员，咱看一下哈，8期3班23号，哎，我的生日，哎，23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同学大概多久能学出来。这是我们这个同学，你知道他的毕业作品是啥是吧？很熟悉哈，都是同学。这个同学他最早的作品可以看一下，有看过咱们芒果的这个公开课的吗？有看过的话敲一个一。这是他最早在优化的公开课学习的作品，时间呢说话是2019年7月11号，那我们看一下他上课之后第一堂课画的苹果。这个苹果形有点不准，投影有点不舒服，造型有一点歪，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有的话敲一个一。那这个作品的完成时间你们看好，2019年8月21日。好，从他开始第一天学彩铅，这种作品一看就知道是没基础的哈。从他第一天开始画彩铅，嗯，对，到现在差不多刚好一年，然后再到他画这些基础作业，你看这是我们平常上课画的，这都是平常上课画的啊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他就开始进行蜕变了。你看他画的猫猫，看得到变化吗？看到进步吗？看的话敲个一。三个人的世界来了哈，我马上就下课了。下课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学员的一个作品。好，然后再到画动物、画人物，就开始练习画人物。这是他的第一张人物作品，第一张人物作品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再看我们刚刚看到哈，看到他现在的人物作品。抄写时学完之后的，抄写时学完之后的最近的一张作品，是不是进步特别大？有没有？有的话就敲一。你看他的海盗船长，这是上课画的，你们看这两个作品进步大不大？进步大的话敲一个一。这就是咱们写实班跟抄写实班哈，它的蜕变。你看写实班跟抄写实班的蜕变。好，你看他还画了一个这个，我们就是抄写实班他画的迪丽热巴。嗯，这是他的，你看第二个人物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迪丽热巴跟杨幂都是一个公司的哈，在我们的这个第一次画人物，第二次他画人物的时候画的是这个杨幂，这是他作业还没有修改之前的作品。杨幂，这是杨幂。好，然后杨幂旗下的艺人哈，杨幂旗下的艺人抄写师班的热巴，觉得进步大的话就可以敲一个六，所以写实班跟抄写师班哈。
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，它会对你的造型呢，细节塑造会更上一层楼，但是前提是你得有基础。你看这个同学他在画这张作业的时候，你看时间2020年5月22号，从他20年8月份开始学画画，第一节课，第一节彩线基础课，再到他2020年5月22日，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样子，他可以画出这样的作品。也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，平平凡凡的一个学员，是吧？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，所以学习啊是有方法的，尤其是画写实类的东西。我说过，写实类的东西是很简单的，它并不难，进步特别大。你看，除了在班级的跨度进步大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作品。你像这样的作品，他是刚完成，像我们的作业老师就会给他进行指导哈。进行指导之后，你们看一下他作业修改。有没有感觉更上一层楼？有的话敲一个九。所以除了常规的班级跨度的进步，它还会有这个作业上的提升。这个是他毕业的作品。看，这个是他的人物班哈，这是人物班的毕业作品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超写实班的毕业作品呢，这是他超写实班的毕业作品，这是他超写实班的毕业作品，是不是差距还是很大？一个人物超写实班，人物班，这是超写实班的，这个是人物班的，人物班的还是要粗糙一些，有没有觉得？好，我就刚好看到这个学员更新了我们公开课正在画的内容嘛，那我今天正在画的，然后我就给大家看了一下，我就这样顺着往下看，再看一个好吧，再看一个林子的，林子也是我们的学员哈，我查一下他是几期的学员，我就是在我的 QQ 上查一下，我说了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哈。林子的话，他是我们六七的学员。你看林子，我给他找一下他六七的作品。彩铅，哎呦妈，我的眼睛都跳花了。彩铅六七 ，Y， 新荣妍希，应该是妍希的班，然后30号。这是比较早的学员了哈，他比我们刚刚这个英子要早那么两期，一个是六期，一个是八期，所以他早两期。这是林子。好，首先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早期的作品。看一下早期作品，噔噔噔噔，这是属于很黑的历史了，有没有感觉这个基础确确实实不大老实，这个形都画不大准，有这种感觉吗？有的话敲一个一，跟你们应该现有水平是很接近的哈，同班同学是吧？他这个是18年9月份传的作业。然后就开始正式学习。那个时候的彩铅班素描跟彩铅还没分家，所以早期会画了一些素描作业。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第一堂彩铅课画的这个西红柿，比如说西红柿。哎呀妈呀，我之前都画过这么丑的西红柿吗？你们看它的造型轮廓都卡得特别死，这些轮廓就好像是拿剪刀剪出来的感觉，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个六哈。这是典型的完全没有基础的一个学员。
然后就开始深造呀深造呀学习呀学习呀。你们看他到后面他画的这个像个屁股好可爱的小老鼠，但是还是造型能力有点欠缺，然后又加油努力努力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，开始画了这个人物，就是开始画人物了哈，努力学习努力学习。好，画了彭于晏，这是他的第一张人物作品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抄写师班在19年的时候哈，18年一学完，19年他就开始学这个学这个抄写师。你看他在抄写师班的第一张人物，像这种进步真的看得到，就感觉好神奇啊。这是他我们抄写师班画的第一张人物。这个是20年的4月份。这是他抄写师班的第一张人物。你们看一下进步大不大？觉得进步大的话就敲一个一。画画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敢投入，只要你敢花心思，只要你肯学，这个效果都是肉眼可见的。效果肉眼可见哦。棒不棒？棒的话就是刷鲜花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二张人物，在这是在刚学画画刚接触彩铅的第二张人物。好，然后看一下他刚那个接触彩铅抄写时之后的第二张人物哈。第二张人物他自己是画了一些课外作业的，那这是他自己画的一些课外作业。你们知道这个画的是谁吗？他画这个作业是因为他女儿特别喜欢他，他女儿特别喜欢这个 Angelababy， 这是画的他画的第二张正式的人物作业的海盗船长，这是他的第二张的课外作业，不是课堂作业，第二张的课堂作业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差距，有没有觉得为之震惊？有的话鲜花刷起来，或者敲个六，有感觉为之震惊吗？你看，这个差别真的很可怕的。所以这画画就怕你不学哈，只要你肯学，那就是不得了的。只要你肯学，就真的很不得了。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呢？是他毕业之后的作品。你看，这个是他的毕业创作，就是在咱们的人物班也已经进步很大了哈。这是他人物班的毕业作品，你们看一下，毕业作品人物班的，刚学彩铅那会儿，你们看看他那个抄写师班的毕业作品。我就问你们厉不害，厉不厉害吧？厉害的话先花六六六六刷起来吧。这个同学他从他开始接触画画18年再到20年开始学抄写师，其实总共时间只花了一年，因为人物班的学习只花了三个月，然后抄写师班的学习是四个半月，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八个月，一年不到的样子。你们再回顾他一两年前刚刚给大家看到的，一两年前你看他画的苹果，我们幼画就是有这个实力哈，这个口碑是放在这儿的，能教会大家就这么牛，完全不需要遮遮掩掩，我们不需要做虚假广告，我们也不要去花钱买广告，因为学员画的好就是实打实的广告，任何的广告都没有学员学的好，这样的广告来的直接，你们说是吧？你看我这随便挑一个学员，我就挑了这个作业更新前两个，我本来想说还是挑几个最好的，可是不需要，我就一看，哎，正好他画了，我就点进去，
然后他正好最近更新，我就挑了头两个，所以实力放在这儿哈，不允许咱们低调。只要你有想一颗想画好画画的心，来优画打包票让你学得好，而且不需要三年四年五年，也不需要几十几百节课，我们能保证你三个月学得会，然后四个半月也能出得诗，能出诗。这也很简单，你像我跟你说，你们没基础你就去练基础，三个月打基础，四个半月学抄写诗，毕业之后妥妥的大师大神，基本上开画室教这些小朋友或者教一些学员就完全没问题了。就是这么的棒哦。对，伊尔他一百多张作业，特别勤奋。画的可好了也是。这边一百多张作业的很多哈，那林子是169张，团子188张。188张作业，天哪。这些作品哈，就是188张作业的积累。看一下哦。欣赏一下哦。对。伊尔的奶奶画得特别棒，因为注入了感情嘛，他特别爱他的奶奶，所以注入了很多感情。好的，看就看到这里了，就不给大家看了。想要加入优画的老样子哈，关注优画教育的公众号，然后在底部菜单的右下角有一个关于我们，关于我们就可以联系到客服老师。伊尔哈，伊尔的奶奶是吗？可以的哈，看一下，这是他的奶奶。伊尔进步超级大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伊尔，也可以看一下他早期的作品。伊尔也是属于一个进步超级大的学员。他也是我们八七好多大神，一班28号哈，八七好多大神。现在已经上到17了。对，素人很难画，确实是的。看一下伊尔的早期的蜕变，这个也是一个完全零基础的学员。优画因为比较注重基础教育，所以来优画的通常90%都是零基础的学员。这是他早期画的苹果的视频，大部分人都看过哈。这是苹果早期的视频，然后画了一些花，画了一个这个芒果。伊尔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啦，伊尔的基础不错。这个是他画的苹果，上课画的苹果哈。那上课画的苹果，第一次作业，看一下时间，2019年8月11号。是他自己写的日期。再到后面开始画静物，开始画动物，然后再开始画人。这是他的第一张的人物肖像，来看一下第一张的人物肖像，19年12月5号画的，19年12月5号。然后看一下他的抄写师班的第一张人物肖像，抄写师班的第一张人物肖像有区别吗？有的话敲六哦。这是写实班的，这是写实班的，然后刚刚那个是抄写实班的作业。这是写实班第一次画人物肖像，还没有经验。这个是抄写实班画人物肖像，完了之后毕业之后他自己也画了，这是他毕业的时候的水平哈，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他毕业的时候画的。这是他毕业时候画的。在抄写师班呢，这是他的那个课外作业，你看一下，这就是进步。他把他的一些作业都发到了这个群里哈，你看这后面几张作品，这抄写师班的作业他发到了这个学习群里面。你看以前画的课外作业，写师班画的课外作业，
跟超写师班画的课外作业是不是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了？有吗？有的话敲一，那我们就到这咯。我们优化这种案例一抓一大把哈，你们看我们学员有多少，我给你们看我们学员有多少哈。从最近开始吧，你看17六个班，特训班跟基础班，97也是特训班跟基础班六个班，87你看一下四个班，一个班大概是50到60个人，77，所以我们的口碑有口皆碑，都在这呢，学习效果都在这，随便打开一期这个进步都不得了。你像今天我们97的作业指导结束了，今天97的作业指导结束了哈，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学生们的班级学习效果，可以看一下。你像千里雪今天在吧，刚好看到你了，画的作品这都是顶呱呱的好了。你们看一下这些作品，你看我们的作品量，所以优化发学院作品哈，就是那种可以很轻松的找几张作品一发，人家就说哇塞能画这么好，就我们很淡定的随便发一下作品，人家就是哇塞画的这么好，特别的淡定，学院就是这么的棒。今天就上到这里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走了，拜拜哦。没有不说了，拜拜哦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就敲一个一，我走了哈。欢迎大家加入优化，优化是一个大集体。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大集体，欢迎你们的加入哦，拜拜。